我带着我女儿还有我老公去逛街，在路上看到两个小女孩在那里，她就叫我给女儿领一个玩具，拉几个女性朋友进群，她们是做着美妆的，然后做一下推广。很多人在抢，我就顺便也抢了几个。抢到红包之后，帮他们做一下任务，做给明星推广，关注一下他们的那个视频公众号就可以了，发到群里面就可以领佣金、领红包了。又说这个要用我们下一个软件，在另外一个软件里面，刚开始的时候不用垫付，中间的时候就说要垫付了，垫付了大概200多块钱，全部返回了，赚了300多块钱。垫付两个就可以全部返还，第一次是290，然后再垫付一个2300，垫付了2300之后就没有返还，他说下一个任务他的奖励会更多，7600。这个任务是40%佣金以外还有880到8800不等的奖励，然后垫付之后还是提不了现，没返还，我觉得不对劲，然后我赶紧给银行打电话，银行让我赶紧报警，说我可能是被骗了。